原标题：1955年授衔时，得知此人的军衔后，彭德怀很不高兴，劝其降低开国元勋。彭德怀是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之一，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毛主席曾评价说：“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1955年，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全军的评衔工作由彭总全面负责。授衔时，彭总得知此人的军衔后，很不高兴地说：“太高了，要降低。”有一天，身为国防部部长的彭总到哈军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视察有关授衔、评衔的工作情况。当时，他的侄子彭启超在该学院学习。彭老总没有子女，他的两个弟弟都在革命中牺牲了，因此彭老总一直把弟弟的子女当自己的亲生孩子看待。他对待自己的侄子侄女有着深切的舐犊之情，资助他们读书生活。他对侄子侄女们在思想和生活上的要求都十分严格，经常教育他们要为人民服务，不能搞一丝特殊。在汇报会上，当得知学院准备给他的侄子彭启超授予上尉军衔时，彭总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很不高兴。听完汇报后，彭总就对院长说：“太高了，要降低，请你们再考虑一下。我的意见是授予他中尉军衔就行。”院长说：“彭总，授予彭启超上尉军衔是经群众的评议、党委审定的。启超14岁就参加革命，立下不少战功，在考上学院之前是副连长，是属于抗日干部的，凭上尉军衔没有特殊照顾的。”彭总认真地说：“根据他的德才，我看还是授予中尉军衔合适，按照正常的评衔标准，彭启超该是上尉衔。可是彭总有意压低他侄子的军衔，最终彭启超被授予了中尉军衔。后来彭启超找到伯伯，他说：‘我们学院评军衔，我被生生地压低了一级。我知道这是伯伯您的意见，您当国防部长为什么不按政策办事呢？’”望着满腹怨气的侄儿，彭总语重心长地说：“启超，你说的不错，你们院长在和我谈到哈军工评衔时，他确实提到了你，是我提出要压低你的军衔的。”彭启超：“伯伯，您为何要这样做？我是您的亲侄子。”彭总严肃地说：“正因为你是我的亲侄子，我才必须这样做。了解你的人知道你是凭本事当上上尉的，可不了解你的人会以为你是靠我的关系带上这个牌牌的。全军百万干部要授军衔，在这个问题上只有牺牲你才能服众，这里没有政策问题，只有全局问题。”彭总还说：“就说你父亲吧，他连胜利都没看到就牺牲了，我们活着的人还有什么理由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去争去闹情绪呢？在级别待遇面前，干部子弟要带个好头。”听了伯伯这番话后，彭启超心服口服，他当即表示一定要努力学习好军事文化，不辜负对他的期望。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